解说不了专业声音，有些猥琐节操问题的料之为您呢、啊。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龙德为您带来的视频解说，是来自于潘大侠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T67、以及 VA200 的龙妹儿向前不这个冲向前给我们带来的 T34， 还有刀锋的那神马花开不败开的山猫。T34说太坑，为什么坑我啊？地图是那个神马秋杀、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上面的出生点位。出发。好，敞篷小脑袋。妈的，他这个头可以转，所以玩起来还是挺灵活的。我靠，我脚上那个好了，就我。很久以前有几个月了，可能也就两三个月吧，长那个东西挺像鸡眼，但是不是、是抵抗力下降，可能在游泳池踩到人家有这个病毒的人踩过的地方，然后当时医生忽悠我，他说要用激光来烧或者用液氮冰冻，妈的那个又疼又容易复发，然后我就开始百度了，网上很多人说就是抵抗力下降啊，休息好点就后面能自己好。妈的，现在真的自己好了呀！所以大家有发现这种情况的，不要去做什么激光手术，唬人的。我们重创目标，关键还是在于你的这个抵抗力。敌方战车被击毁。好，山猫跑到上面，突突突突突突突，突突的那个日本车已经无语了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本子重坦线怎么是长得那个样子的？哦耶，漂亮！呀，妈的，昨天我直播的时候，那个有个虎屁甩了我一炮，他说那个武警是挂机的。我就打句话，你 SB 问号，打得漂亮，他说他是脚板，而且还会说话，哎你妈，目标锁定机，哎妈的，这我就招不住他了。哎，老子就给他跪了。好，我们这边似乎拿下来了，但是一线那边可能他们也要突破进来，进他圈啊，把他们一些快车逼回来。哦，他们家里面还是有人，牧师。哎，把火炮干了，我靠，两个火炮呀、哎，你们怎么都那么水，装甲被击穿呀、哎，这远程黑枪有点爽。哎，山猫，你上去骚一把呀！怂什么？对面的 M5， 哎，联通为什么来电话了吗？打得好！喂。我们通缉了敌人。联通公司的。啊。给您来电话呢，就是告知一下您。您现在这个手机号码呢，可以申请办理一张副卡来共用您的套餐呢。啊，好了，回来。完了，刚才那个联通那边来电话，给我推销他们的新业务。我们重创目标。吧唧，干死他！敌方坦克被、漂亮。寻找下一目标。耶、我的微信收到一条消息，零钱提现到账，妈的，不，因为之前我那个卡
卡丢了嘛，我重新制卡，制了个新卡。但为什么银行到账短信还没来嘛？可能没开通，因为制新卡。好，现在这个时候这也比较纠结啊，我们这边就剩下两个人，这搞毛呀？别急，没打到。哎呀，对面的那个也来了啊！让我们先手甩了他一发。装甲被击穿。哎，干他呀！闯目标。好，干得漂亮。寻找下一个目标。现在他们那边去占了，我们现在就一个人嘛。他们现在也没把握找到我们，那就等于说是打算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逼我们现身。允许射击，弹药加倍。好，马蒂尔达这个家伙连皮特别厚呀，你要小心。这里在灌了。目标被击中，目标左翼解除，我们把目标干掉了。妈的，你这么屌，难道你要翻盘？被击毁，寻找下一目标，准备，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。我难道真的要翻盘？看对面剩下的是什么？这不好说呀。又进去了。哎，刚才我在微信上看到人家发了个视频啊，估计可能是炒作，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吵架，他说他刚换的玫瑰金被别人撞掉了嘛，然后就撕逼，还大骂说这个，你国产的手机还有脸坐飞机？我在想，你妈的这样是真的的话，我那人家那些拿几十万手机的岂不是就要称帝了？我靠，人品大爆发！目标消失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好，一个一个的送啊，你再从旁边绕过去，把那个 M30 给拿掉。不过这个 M3 应该也会知道你从旁边绕的吧？哎呀，果然。准备向目标开炮。但这个体型呐、啊，哎呀，我靠，这个穿身呐、啊，好搞定。战车被击毁。对面的三四都看不下去了。妈的八杀呀，再把这个杀了就九杀了呀。妈的干死他们。因为那个火炮长得比较平，实在不行你直接进那个呗，你进他家圈儿。
啊，找到了他，他应该是觉得时间还多，他想找一下。好，好上，把他干死他。漂亮啊！那这个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是7678558@QQ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